茼蒿，他很善良，也很聪明，他喜欢帮助别人。起初，他只是帮我送货，所有的累活他都承包了。后来，他开始帮我们打理冠美客栈，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，包括餐巾的折法、刀叉的摆放、地板的清洁。除此之外，他对每一个人都很热情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茼蒿说，这里是他的家，也是他想守护的地方。他是我见过最可爱的人。这是你第一次愿意面对茼蒿，也是最后一次了吧？能不能给我一分钟？不，10秒钟就好，在我面前当一次茼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好想好想他，因为我都没有好好跟他说一声再见。我不是茼蒿。单俊皓，你该走了。子谦。
林毅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啊？妈，我没事。你一回来就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出什么事了？跟妈妈说说。妈，还没睡啊？你怎么这副样子啊？啊？这衣服哪儿来的？还有你这头发，怎么回事？啊，我今天不小心被水泼了，当时没办法，只能借到这样的衣服。俊浩，你工作处理完了吗？处理完了。俊浩，你到现在还在对我撒谎，比起看到你跟叶芊语拥抱，你的谎言更让我心痛。什么？你去见叶芊语了？云逸，你误会了，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，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我都亲眼看见了，你还不承认？你答应我了要陪我去看流星雨的，你却偷偷去找他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是他死皮赖脸的要我做十秒钟的茼蒿。你知道自己被他拥抱着的眼神吗？你的眼神早就出卖了。云姨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不许你再去见那个丫头。茼蒿，他很善良，也很聪明。他是我见过最可爱的人。这是你第一次愿意面对茼蒿，也是最后一次了吧？能不能给我一分钟？不，十秒钟就好。在我面前当一次茼蒿。云姨姐，大伟，我今天自己开车去公司。单总，云姨姐说今天自己开车。走吧。
俊浩，云姨怎么没来跟你一起上班啊？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早？我早上约了人，出去谈点事情。嗯。俊浩，你不珍惜云姨，会有人珍惜她的。但是你不能伤害她。云姨是我的未婚妻，我怎么会伤害她呀？你还知道她是你的未婚妻吗？从小到大，你有没有哪怕有过一分钟真正关心过别人？走吧。好。进。社总，你要的资料。啊。我先给您放桌上了。社总，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出去忙了。你觉得我真的没有关心过我身边的人吗？不是，单总，您是在问我吗？除了你还有谁？办公室里还有别人吗？单总，您从来也不需要别人的建议，所以我有点不太适应。要怎么做才能让女孩子开心呢？啊？啊，算了吧，你也没谈过恋爱，问你也等于白问。不是，虽然我没有谈过恋爱，但是对于恋爱的理论，我还是略知一二的。单总，您对范云一姐确实有一点儿。有点什么？单总，不得不说，您是个典型的钢铁直男。女孩子呢，一定要多花点时间陪陪她们，经常接送，第一时间分享你的喜怒哀乐，确保她们随时能找到你。就像你对我这样？哎，这是不是单总？我不喜欢你。不是那个，我不喜欢男的。不是那个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那个女孩子嘛，都需要温柔呵护、浪漫体贴。比如说，你可以多说一些甜言蜜语，时不时再给他们制造一些小 surprise。如果你们俩有矛盾，不管对与错，一定要第一时间承认错误。该跪搓衣板的时候，千万别站着。总而言之，就一个字儿，哄。那你说，怎么制造这种小 surprise？你看，你这不就问对人了吗？你可以这样，你啊，可以偷偷的准备一个特别的礼物，然后把他约到一个浪漫的地点，然后不经意间给他一个 surprise， 能行吗？放心吧，绝对没问题。单总，如果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出去忙了。你说这个雪哥哥，也太厉害了！他之前呢，视频播放量只有百万级别，自从发布了他跟单俊皓的合照，不管是粉丝还是名气，都大大的提升。他太会炒作自己了。嗯，不过话说回来了，这次单俊皓为咱们关美客栈真的是下了血本。平时单俊皓都不跟别人合照的，这次为了咱们，他竟然同意和雪格格合照，而且还同意他发上网。哎，那如果是为了关美，我也愿意啊。你快省省吧，你要是换个微信头像，说不定能加更多女生。我不想加别的女生。李音，你能不能把我从黑名单里面拉回来呀？
看我给你捏了这么久的肩膀的份上。你要是帮我捏捏我酸痛的胳膊，我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你了。好。你们说这次单俊皓不仅没有拆了咱们关美客栈，反而还帮了咱们。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是茼蒿回来了。没准啊，茼蒿啊就在他心里呢。幸亏单俊皓的出面啊，使得其他的媒体都不会发布有关于雪哥哥过敏事件的消息。不过啊，以后咱们再做类似的活动一定要更加仔细。对，现在 Senwell 已经把关美客栈当作自己的一部分了，这是一件好事，也就意味着关美客栈短期内不会有被拆迁的风险了。也许这个就是咱们这次活动最大的收获。好了，总监会也开完了，我们该放松放松了。放松？怪了，那凤巧阿生怎么都没下来呢？哎，我去趟前来野啊。怎么放松啊？你来做什么？我来买牙膏。客栈不是有专门的牙膏供货商吗？你干嘛到我这来买啊？你说。趁我不在店里的时候，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？没有啊，什么事儿都没做。这怎么有一束花啊？哎，死胖头，你刚刚看到谁来过啊？人？我连半只苍蝇都没看到，谁来过呀？难道？是太初给芊语送的花，哎，不对，他们两个出去了呀。不会是李东路送给我的花吧？一大把年纪还在招蜂引蝶，你说这李东路他会大方的送你这花吗？怎样都比你大方，那是我老来俏，有魅力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倒是想要招蜂引蝶的花，也得要有资本。谁要是看上你啊，不是个瞎子就是个傻子。我真不相信世上有你这种人啊，陈金枝，你从小嘴不是喝毒药长大的是吧？对，我照三餐喝的，一顿都没有少过。你要是不想被我毒死的话，滚远点。好，这你说的。等一下。这个花不会是你送给我的吧？我怎么可能给你送啊？我有病啊我。啊。嗯。糟了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这不是回家的路吧？放心吧，云姨姐，一会儿到地方你就知道了。请慢用。谢谢。估计要花掉我半个月的生活费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没关系啊，都累了那么久了，也该好好放松了。
为了关美客栈的有惊无险 ，Cheers。谢谢。这位先生，您的位置。不好意思，还有其他的位置吗？不好意思，单先生，现在客满了，没有其他位置了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千羽，要不我们换下餐厅？不用，这里挺好的。千羽，其实放下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时间和新欢，我不介意被你利用一下的。太初，你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你。啊，我还没准备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你。现在是上班的时间，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啊？我想跟你约会。那你不知道他们也会来这里吗？云逸，是我要跟你约会，跟他没有关系，不要想太多。两位请慢用。好，谢谢。这是什么？打开看看。好漂亮的项链啊。喜欢吗？云逸，以后我会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。俊浩，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？以前都是我不好，我不但没有让你开心，也忽略了你的感受。以后，我……俊浩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你以前从来都不会跟我道歉，更不会制造浪漫惊喜哄我开心。昨天的事，我感到很愧疚。我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，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。我只是希望你能够不再生我的气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没有陪伴在你的身边，关心你，照顾你。这些，我以后会加倍的弥补给你的。俊浩，你变了。难道你不喜欢吗？不，我很喜欢。只是我很难相信你会为我做这些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原谅我了？那还得看你之后的表现。我给你戴上。Thank you.
芊语，芊语，你在看什么？有那么好看吗？有我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好看。云一，好吃吗？好吃。芊语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有一次我去旅行，在飞机上很吵，结果空姐给了我一个口香糖，那口香糖特别管用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把那个口香糖从我耳朵里掏出来。你把口香糖放到耳朵里了？对啊。后来空姐告诉我说，口香糖是放在嘴巴里嚼的，不是放到耳朵里的。你可真傻。你快坐坐吧。笑死我了。云一，这个笑话我能笑一年。回来了，台初，今天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那我走了。好。千羽，虽然我真的很想立即让你成为我的女朋友，但是我不希望你有一丝一毫的勉强。老陈，大天什么时候也变成少儿不宜的事情了？现在是没发生什么，但接下来要发生的可能就会少儿不宜了。所以我会等你的，你回去吧。晚安。啊，就这样？对啊。夏总，怎么了？那什么，你是不是该给我涨点工资啊？大伟说什么呢？甭理他。哎，邵总。哎，叶芊语，太初都这样对你了，你怎么表现得跟个木头一样 ？No。叶芊语这是有心机有手段的表现，就像小轩明明想跟我玩，却故意装作讨厌我的样子。
你们在说什么？我真是恨铁不成钢啊！你要是让那个煮熟的鸭子飞了，我饶不了你。老陈，你的比喻很不恰当，太初怎么会是鸭子呢？而且还是被煮熟的，它好歹算得上是一只招财猫吧。大人的事你别插嘴。妈，我知道太初对我很好，可是放下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时间和新欢，我强烈建议你选择后者。怎么连你也这么说？千羽，你不能一直沉浸在对茼蒿的怀念当中啊。叶千羽，为了我们后半生全家的幸福，你还是接受太初的表白吧。这件事你自己要想清楚啊。你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，但是你认真讲笑话的样子很好笑。对，再讲一个。总经理好，我讲的笑话都不好笑，那我就不讲了。好笑，你再讲一个嘛，讲一个，讲一个。好，我知道，我这讲一个嘛。不讲了。讲一个。你不讲，我生气了啊。单总好。哎，子谦。子谦啊。谢谢你们对Senwell的信任，很高兴我们能达成最终的共识。关美渔村的开发，在保持原始风貌和历史价值的同时，引入便捷的公共设施和现代文明，从而营造了独特的度假环境，实现我们的共赢。我们非常相信Senwell，接下来太初先生将作为我们的执行顾问入驻Senwell，以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。以后请多指教。还要麻烦单总帮我准备一间办公室。没问题，Senwell一定实现太初先生的需求。谢谢，合作愉快。千羽，你在干嘛？干活啊。我帮你吧。千羽，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好消息吧。好消息就是 JQ 和 Senwell 正式签约了，而且条件是必须在开发过程中保留关门的一切人文传统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 ，JQ 十分认可我的可行性报告，并且让我作为总顾问监督 Senwell 的开发，所以包括关美客栈在内的整个关美渔村一定会变得更好。真的吗？当然，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对关美渔村造成任何损害。那坏消息是什么？坏消息就是我要走了。你去哪儿？因为开发工作很快就会展开，我要进入 Senwell 进行办公，跟他们合作。虽然以后我还会常来，但恐怕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都要在 Senwell 度过了。这样啊。千羽，你跟我一起去吧。
啊？我去。去哪儿啊？其实通过这次旅游文化节，我看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叶芊语。这个叶芊语不仅聪明能干，而且拥有绝佳的随机应变能力，优秀的组织能力。这样的叶芊语非常有潜力经营酒店。你别夸我了啊，我很容易翘尾巴的。唐老板年龄已经大了，思想陈旧，甚至还小，所以你是接管冠美客栈最好的人选。你应该尽快的成长起来，才能把冠美客栈做得更好。你跟我一起去 Senwell， 那里将会是你最好的成长平台。我去 Senwell？哦，如果你只是担心单俊皓的话，那大可不必。感情只是人生中的一部分，并不是全部。我们不能因为一段失败的感情就停止了自己前进的步伐。只有坦然地面对过去，才能感知未来的美好。有没有要洗的衣服拿出来啊，芊语。芊语，怎么了呀？在想什么？太初让我跟他去Senwell工作，做他的助理。我不知道要不要答应。这么好的工作机会，你当然不能错过了。可是我从来没有去公司上过班。也没有任何工作经验，我怕。原来我女儿也会害怕呀。芊语，你知道为什么我总让你嫁给有钱人吗？因为有钱才能提拔还债。因为我不想你跟我一样，我这辈子除了开杂货店什么都不会，所以只能过得那么辛苦。可是你不一样，你很聪明，很能干，你注定不会被圈在这个小小的渔村里面。你不飞，你怎么知道自己可以飞得多高？不要害怕，就去闯。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小心摔下来，妈妈在下面会接住你的。嗯，谢谢妈妈。勇敢一点啊，去抓住每一个机会，人生就是由这些点滴的机会改变的，知道了吗？嗯，我相信我女儿一定可以的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你自己好好想想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出最正确的决定。嗯，拿去洗了。可以的。到现在你还不相信我说的话是吗？这是你爸爸的声音，你难道听不出来吗？如果这些都说明不了什么，徐子谦真的是自欺欺人。子谦，那可是你爸爸的一生心血，本来是属于你的东西。你现在有什么？你现在只是给单家鞍前马后，就是个小小的总监罢了。我只是替你感到不公平。我问你，现在你还想维护单家吗？
注定你我的距离，忽而逃避，忽而又靠近，两颗心偷偷交换日记，属于彼此没有秘密，来不及说一句我好喜欢你。是你闯入孤寂的部落，燃起爱的篝火，是你赶走生活的落寞，让我慢慢附和，是你抹去平淡的褪色，开出美丽花朵，是你让我不再落魄，从那一刻为我